平时心肺能力怎么样？还行。很少有人跟我这么说话。我一问说心肺能力怎么样？心肺能力不是特别好。其实但是我接不了这个问题。哦 ，OK， 没问题啊。那之前跳跃的一些动作做过吗？好，我现在带你然后做一些就是会提高我们心肺 ，OK 吗？好啊，开过跳，啊，跟我一起学习的，做过对不对？做一个给我看，你的开过跳。估计不对，没问题啊，我们怕错，就怕的是不动。来，试一下，漂亮，漂亮，好，行，那反了，反了，但也是开玩笑，只要门有开有合，就是开玩笑。但是在这里，我要教你一个，你要先做好准备。啊，我强调一件事，从刚才的动作开始，我一直说在准备，准备要让你的身体做好准备。所以说，我们做每个动作之前，让身体做好准备，可以大概做一做。现在是什么？开，合，做一下，合，开，合，对了，连续的 ，go go go， 开开开，漂亮漂亮，30次，很好很好，我帮你数着，没事，20次，保持呼吸，看前边，10次，加油，加速，5次，4、3、2 ，OK。啊，所以你说这个开合跳，大家做的有什么区别？真的是猛啊，对不对？对啊，所以你要身体先做好准备。那做一个类似的动态，打开双手，打开双脚，交叉的向前交叉，脚也交叉。哎，对，打开，再合上，那连续做两个，打开合上，打开合上，漂亮。那边做边听我说啊，他刚刚问这是什么，这个动作叫海豹跳。啊，有一点形象了，海豹什么样的？海豹是这样的，对不对？对吧？就是海豹，你就想象自己是一只海豹，手很长的海豹。对。再来20次，很好，也是看前面啊，试着加速10次，9、8，加速，加速，加速5次，怎么？3、2，快点休息。啊，很简单，两个动作，心率现在一定是提高了，对不对？来，俯身下来，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上做一个平板支撑。好吧，现在我要教你一个很正常的平板支撑 ，OK， 很多人做平板支撑都是错的，在这里我教你一个正确的，那你先给我一个错的好不好？是这样。哎，对，是那样，就是你脑子里想的那件事，来 ，Ready Go， 好，边做边给我调整啊。首先，对了，双手要打开，我们一定不是一个三角支撑，对不对？双手打开，我们的两个小臂呢是一个11 11，那让我们的手肘向内夹，向内夹呢，意义是要旋紧我们的肩胛骨。哎，我们的肘关节要在肩关节正下方，所以身体稍微向前推，和我们的手掌掌根的之间全要给地面一个压力，对不对 ？OK， 好，双腿伸直啊，等一下，一点点调整啊，下来，下来，下来啊。两个脚尖像钉子一样钉在地面上 ，OK， 你整个人是保持倒立的。好，现在试着把我们的膝盖伸直，把我们的脚尖抬起，膝盖伸直，下肢有力量，同时臀部下紧，臀部要有力量。OK， 没问题吗？好，现在让我们的肚脐眼感觉像有一根针在扎我们肚脐眼，瞬间收紧的感觉，就是哎，就是这个感觉，能感觉到吗？我是一根针，哇，收紧，指向天花板。在这里，好，试着抬头看前面。很多人做平板支撑喜欢啊，看自己的脚，不知道为什么。哎，为什么下来？试着看前面啊，保持呼气。记住啊，呼气很重要。每一次呼气呢，能帮助你发力，能帮助你收缩。OK， 能感觉到吗？嗯，再这样的呼吸，往哪给我10秒好不好？呼气，然后收紧，试着让你的腰椎跟呼吸眼靠近。保持住啊，5秒，特别好。好，我检查一下，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平板支撑，我是推不动它的，对整个人是有张力，跟我是有对抗的。再来3，好，放松，特别棒啊！今天你学会了一件事，是正确的平板支撑。我希望你回家也能做到这件事，就是你在家看客厅里没事看电视啊，也可以做这件事，对不对？看一集电视剧，然后做一集的平板支撑。对对对，不要听懂什么，马上就会提高。
那这是一个动态和静态的结合，基本上可以运用到我们的核心和四肢所有的关节，很好的两到三个热身的动作，你可以试着在你以后的运动啊当中，之前运到二到三周的时间来进行一下，好吧？嗯，特别棒。好，今天我教你一个全身代谢的一个多关节联动的配合我们这个二六五的一个动作。OK， 首先你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弓住。那跟我一起做一下，双脚打开，用髋关节支宽。好，脚尖指向我们上前方。那很多女孩呢，膝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内扣。那我希望你没有这件事，对不对？好，我们的膝盖要脚尖同一方向，向前跨出一大步。主要是我们的后腿膝盖要向下，那你地大概1公分的距离，对，好，正直啊，把我们的重心向后拉，这时候腹部要用力 ，OK 吗？没问题，好，推回来，我们把力测试一下，来，定直脚，六，很好，能感觉腹部的力量吗？好，试着把你的骨盆转向正前方，正前方 ，OK， 好，推回来，好，现在手里拿两个。还是做一件事啊，来，边一次，左边一个，好，左边啊，都可以啊，左边，好，再来，很好，稳定住，把重心向后拉，不要用力 ，OK 吗？好，这个时候呢，你的颈椎要稍微向后靠，收敛一下，让你颈椎紧紧，好，推回来，漂亮，这次，很好，好，推回来 ，OK， 现在是我们下肢的一个多关节联动，现在配合上我们的上肢，会用到我们整个前侧链，拉着你的负重啊。这时候跟我学一下动作，两边拿出哑铃，弓步，好，屈臂上推，掌心朝前，掌心朝前 ，OK。现在你感觉整个前侧是有张力的，对不对？是把重心向下拉，很好，很好啊，好。手臂落，嗯，还原，对侧试一下，弓步出，屈肘上推，好，控制一下，漂亮，那能坚持15秒吗？嗯，15秒吗？嗯，笑了 ，OK， 落，嗯，还原，好，你觉得这个动作你重复可以做多少次？啊，我想一下啊。最少5分，最少1分。这个东西啊是因人而异的。如果我们的运动水平不是很高的话，还5到10次。平时有一定运动经验的人呢，8次到12次 ，OK 吗？但是咱们今天可以做到6次，好吗？交替6次，可以给我一个12次的交替，好吗 ？OK， 来，准备好了吗？对，左右左右左右，12次。OK， 没问题吧？首先让你的身体准备好，好吗？没事啊，不会很累的啊。先让身体准备好，我要提醒你一下。首先呢，在我们站姿的时候，要收紧腹部，来收紧腹部，看到我们的正前方。好，颈椎向后靠，中间挺起，让我们的肩关节向后拉，让两块肩胛骨啊试着靠紧。好，感觉现在整个人很精神，对不对？动一动我的脚趾，把重心落到脚跟上。OK， 没问题吗？现在保证你身体是稳定的，好，向前弓步出，开始了啊，一，漂亮啊，屈肘向上，推起掌心朝前，稳定住，很好，好，张开口腔，保持呼吸，呼吸向后推，漂亮，啊，推侧二，好，屈肘向上，呼吸，推举，稳定住 ，OK， 落，再来。好，还有10次，来，吸啊，这个要提醒你了啊，漂亮，很好，向回退，那对你肌高点要求，就是像下一个做的时候呢，尽量稳定一点啊，注意一下我们的双手啊，在向上推的时候，不要晃动啊，所以这时候要用到核心 ，OK， 来，举肘，推，控制稳定，很好 ，low。我知道你现在是这样，但是呢，你要控制，控制也是我们训练的一部分。我不是说
停，是让大臂向后摆一点，找到你耳朵的位置。对了，哎，不要压腰，就是腰。哎，对了，很聪明啊，退回来了七次，刚才做的非常好，那就有七次一样的，好不好？来，七，九，推，漂亮，哎，很好啊，一步到位了啊，还原，六次。屈肘，推起，非常好，好，还原，还有五次。那这个时候呢，你会有一点累，对不对？啊，累会出现在你的状况啊，当你推的时候，哎，有什么地方累？运到肩胛，可以加上你的腰椎的稳定性和力量，都得来。来，起肘，好，试着找我手 ，OK， 控制住啊，非常好，落，好落，好坐回去，来几次，哎，松点啊，来七次，六，多多松手，起肘，推举 ，hold 住，哎，很好，落，落，直接来完成后面的三次啊，同样的事情，推。OK， 轮过，过还有两次，加油！稳定，再起来，两，举手，举起 ，OK， 过，过，好，最后一次，提高一点要求啊，过，好，停住，是让你骨盆再向前旋转，后腿再稍微向下一点点，不要抖 ，OK， 屈肘，停住。很好，哎，没让你推啊，落下来，最后一次啊，坚持住，会有点痛苦啊，好，推，掌心朝前 ，hold 住，对，停了，收紧核心，重心向下，五秒，四，哎，三，看我，二，一，好，退回去，漂亮，好好，很简单的一个训练，多关节的联动，造成每一个全身的代谢，不光是他坐在我脚，就是他，我现在已经流汗了，对吧？特别棒，特别棒。OK， 好好，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重量的训练，那我们就要硬拉，黄金的三大动作之一啊，会提高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力量水平。好，我简单做一个示范，看我啊，仔细听我说的，我要双手打开，髋关节同宽，脚尖指向正前方，双手，动物园见过大猩猩吗？啊，就是这样，双手像勾着，勾住我们的重物，啊，抬头看看前面。把这个习惯拿走啊，轻松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做的。好了，就偷走了。OK， 原路放下，返回。好。要膝盖伸直。当然，一定要膝盖伸直啊！听我跟你说，坐就好了。然后双脚打开，髋关节同宽，指向我们正前方。OK， 好，臀部向后，稍微屈膝。好，双手摸到这个重物之后呢，抬头。而且抬头的目的，第一是让我们的胸椎挺起。肩向后拉，锁定我们整个后链，尤其是你的腰椎。OK， 那最我们人体最大的关节在这个时候产生活动，啊，向上拉啊，先别动，别动啊，脚尖动一动，重心落到我们的脚跟。那从侧面看，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的杠铃片挡住我们的脚，这个是我们的所说的地线。OK， 好，向上拉，同时双手抓住，手是放松的，好，起蹬地。把力量传导到我们髋关节 ，OK， 特别好。试着夹紧臀部，收我们的肩，让肩胛骨靠近啊，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好，原路返回，锁定你的腰椎，漂亮，你做得很好。为什么说很好呢？因为我经常说原路返回，很多人做了这个动作之后，我说放，嘣，放下了，一定要原路返回 ，OK。所以说怎样放也是一个更好的训练 ，OK。好，我们这个动作重复八次就好，没问题啊。OK， 来，加油！想象自己是一只什么？对了，大猩猩，双手勾住你的重物，抬头看前面，为的是什么？收紧你的肩胛和后腰，腰椎收紧，腹部要用力，重心落到脚跟，准备好，我们就可以蹬地起，Go！ 拉起，收紧臀部，漂亮！好，原路
特别好。OK， 继续再来，呼气啊。这样吗？啊，哈哈。还是一直这样？一直做啊。哦、好，我们再来七次，好不好？那现在配合上一个呼吸，当我们每次发力的时候，就要啊，试着呼气一下啊。来，呼气，拉起，漂亮，好，原路返回，收紧腹部啊。腹部是我们人体的正中间，对不对？对。啊，这个时候产生一个东西叫腹内压，它会帮助我们控制双手离开腿。对，我就是有一点废话啊，你就是要控制在这个时候。所以来三，呼气，腹部用力，蹬地起，啊，锁定腰椎，很好，来做，还有几次？按六次吗？真的吗？五次啊！啊，加量啊！来，五，呼气，漂亮，臀部收紧了吗？肩胛有收紧吗？好，原路返回放，越来越好了，让我听见你呼吸的声音。OK， 来四，呼气，漂亮，好，放，很好，来三，完成了啊。OK， 原路返回。好，我们还有两次，对你提高一点要求，一个竖起，三个竖放，好不好？就是放要慢 ，OK。那听我的口令，准备好，你的身体准备好了吗 ？OK 吗？来，一，好，慢慢放，三，二，一 ，OK。最后一次，我们试着五个竖放，好不好？一个竖起 ，OK， 身体准备好，准备好了吗？好，那你双手在哪里呢？调整重心在脚跟上。好，一 ，hold 住一下，准备好五个竖放，五、四，慢慢下放啊，三、二、一